刚才那个的课啊，那么刚才有一位同心啊，他提醒我一下说，有关于洋葱王他后来的一些事情，好像我漏掉，确实是这样子啊，我再把它补充一下啊，他在就是罗马奥运呢，就因为那个分数的关系，所以就输给那个冰强森，只有拿到银牌哈。那么在过来四年呢，就是东京奥运。东京奥运他就没有什么对竞争对手啦，啊，大家以为说那个金牌大概是杨宗纬跑不掉的啦，哦，结果呢？结果那个杨宗纬啊，在东京奥运的时候是拿到第四名，好像是第四名，就是很奇怪，大家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后来啊，在调查的结果啊，是因为啊，有一位射击选手，射击，那个是军人啊，那个枪射击选手叫做马金山呐。马金山，他哈、啊，他突然拿一罐那个饮料给杨宗纬，请他喝了，啊，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嘛，啊，所以杨宗纬也没有去注意啊，就把他喝了，喝了以后啊，就开始拉肚子，那么到第二天比赛的时候，杨宗纬拉的都没有力气。十项运动最怕的就是拉肚子，你就是铁人啊，铁钢啊，就是怕拉肚子。一拉肚子，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啊，哦。那么后来啊，这个马金山呐、啊，这个射击选手，他在东京奥运一结束，马上就投共了，马上就他还没有回来，没有回来就在那边投共了。他就是拿洋葱广来作为一个礼物啦，让他要投共啦。其实他本来也是中国人嘛，对不对？他去投他的共的时候，他却把洋葱广给牺牲掉，他拿当作是他的礼物啊，是这样输掉。所以哦，这个奥运的金牌哦，除了你这个实力以外啊。还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啊，各要拿一个金牌，在国际赛要拿一块金牌，真的是不是那么简单，哦，啊，因为这样种种关系，我们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运动员呢、啊，啊，就跟那个奥运的金牌哈、啊，就擦肩而过了，啊，那这样大概是杨宗纬的事情，大概就差不多都已经交代清楚了。接下来呢，我就是要讲女的了哈，你女英子的哈，女英子姬政，我刚才讲说他们两位都跟我有一点关系呀，啊，那姬政跟我什么关系呢？同学的关系啊，同学，他跟我同学一年，啊，我是学长，哦，啊，他原来他出道也是中山联运嘛。中山联运啊，他也是跟杨宗纬一样，也是跳高跳远的选手。可是我也是那一年也是拿金牌啊，可是我不受重视啊。哦，可是姬政他是拿两块哈，但是他很受重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初中哦，他是初中哦，他是新竹市女中嘛，新竹市女中，他初中的成绩哦。跟那个省运的，那时候叫省运呐、啊，啊，后来就是区运呐、啊，到现在变成全国运动会嘛。他的那个区，那时候省运呐、啊，他的成绩啊，都要跟那个大人的成绩一样啊，所以他就很受重视，很受重视。那我学校哈、啊，就用礼，有重礼啊，就聘请他到我们学校念书了，啊，我们学校是。台北县哈、哦，永和叫做立行中学哈、哦，啊，就是蛮有名的，在体育界是蛮有名的，哦，啊，就是有两个体育选手很多了，哦，都很有名，
啊，那个外省挂的那些黑道哦，也都是从我们学校出来的。我那学校都是这样子的，哦，那我们聘请技正到我们学校来，啊，一年只有一年，他只有高一而已。他一来以后哈，他的学校功课成绩哦，第一个学期就是全校第一名，全校第一名哦。啊，第二个学期也是全校第一名。他是一个运动员哦，他还每天都要跟我们下午的时候3点以后就开始在训练了，开始在练习啊，啊，他的功课还是全校第一。我们那个学校成绩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学校是从校长当工友都是从建国中学辞掉，然后出来大家组钱去买地，然后成立的一个学校。所以很多台北市的那些很大，比如说建中啊、湖中啊、成功啊，他们呢初中以后没有考上那个建中啊、成功的，都跑到我们学校来，都跑到我们学校，功课也很好，功课非常好。但是基正啊，他的功课比他们还要好，那你就晓得运动员是什么？你要成为第一流的运动员，你头脑一定是第一流的。哦，刚杨总长跟我讲说，我的智商是180，哦，真的，是。他是什么都不需要人家教哎，他不需要人家教哎，他自己就可以那个，那么在那一年里面我只看他技正哦，除了练他的跳高跳远以外，他还在练那个跳篮呢。啊，我是跳篮选手嘛，我们学校的跳篮是我初中的时候我就拿中山联运金牌，那后来我有一个同一个年纪的那个一个选手，他是跑400、800，他的成绩啊，400、800成绩比我好，可是，一跑400中栏的话，他的成绩就比我差，所以他就来拜托我教他那个跳篮，啊，结果季胜呢，他看我们在那边跳篮，他就去找他，教他跳篮，那我是看他说，那季胜也不找我，怎么找他？就没想到哦，十几年以后，季正啊，他的这个跳篮啊，是世界第一啊，世界第一，他打破世界纪录啊9次。一个人一生只要你假如能够打破世界纪录一次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啦，就是了不起，他打破9次。打破了9次是什么？我这一次创世界纪录，不久又被外国的选手又把它破掉，破掉了又不久，他又把那外国的选手成绩又破掉，这样来来去去，这样，全世界啊，只有都是他破掉9次，有9次，其中有4次啊，都是在德国的慕尼黑嘛，那个慕尼黑。那么慕尼黑啊，整个德国人啊对基正啊可以说风靡了，风靡这个女孩子，一直都是在德国在那边破世界纪录。因为你只要去参加那个运动会哦，去当观众去看啊，最期待的是什么？在比赛的时候你看到破世界纪录嘛，对不对？这是运动员的，不是这个去看运动会的最喜欢的、最得意的事情啊。结果基正在慕尼黑有破4次的世界纪录，所以整个德国都对他是疯狂的，所以呢才做了一条歌，叫做东方羚羊啊，非要羚羊嘛，就是基正嘛，就是为他做了这一条歌。哎，他音乐一开始就是叫基正基正基正，观众来叫基正基正，你看看多伟大，一个亚洲人
居然能够在世界里面的让人家的变成偶像，真的偶像啊，用音乐来荣耀他。这跟三千年前我刚才讲过那个拿到桂冠的那些选手啊，诗人都会作诗来荣耀他嘛，永远都这样荣耀下去。所以基正也是这样子啊，人家是用歌哦，东方辉耀羚羊这条歌来纪念基正，他的那个伟大的这个成绩，哦，那么他不只是破了那个80，那时候是80公尺低栏的，后来就改成100公尺低栏，啊、哦，那我知道他是80公尺破了好几次世界纪录，100公尺好像也是有破掉，他200公尺也破一次世界纪录，哦，所以说哦，那个真是台湾哦，真的是在这整个世界的体育运动里面哦，那真的是大家一提到运动，绝对跑不掉台湾的，哦，绝对跑不掉台湾，哦，那么一直到他呢那个参加那个曼谷亚运的时候，他因为受伤，他那个激烈伤就是他的韧带，激烈伤嘛，没有办法，就跑到一半就跌倒了，没有办法，爬不起来了，连走路都走不动。哦，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94年，20几年里面哦，在亚运，台湾在亚运零金牌，二十几年，啊、哦，那么基正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跟只有基正才能够避免那个杨同龙这样的这一男一女，哦，互相辉映，在全世界的田径运动里面顶呱呱啊、哦。那么我为什么要找这两个人来做一个代表，来作为我的台湾的这个体育运动的回顾？我有我的目的啊、哦，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个马街医院的一个医师啊，林玛丽，那世界第一流的那个血液专家啊，林玛丽医师，他研究台湾人的血液啊，他发现了、啊、台湾人是台湾人，跟汉人没有关系呀、啊，没有关系，他不是，我们不是什么什么汉民族，不是，我们是台湾人。这从他的血液的研究里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台湾人在血液里面哦，有汉人的血统的话，只有1%，哦，所以呢，证明台湾人不是汉人。那我要讲，我们台湾人那要比他们的汉人还要强太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在体育运动里面有出了这两位伟大的一个运动员，在中国呢，他们有15亿人呢，他们只有产生一个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我说田径哦，田径运动员，哦，就最近几年的，也是蛮风行的啦，哦，就叫刘翔，110高来破世界纪录嘛。后期这样，嗯，伟大，真的是我自己很佩服，我是很讨厌讲中国的事情，可是对这一个人哦，我不得不要尊敬他，因为田径里面你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在白人的国家里面，在欧美国家里面，你能够领导他们，那是很了不起。可是他来跟杨宗广、基正来比的话，那差得远了啦，他在四级跟杨庄王继正来比的话，那真的还差得远啦，啊，而中国呢却有15亿人呢，
虽然讲说是他们十三亿啊，其实啊有两亿啊是黑死的，没有报户口的、啊，因为他们一胎一胎化嘛，生女的他们不敢报，有两亿，总共十五亿人，只有产生一个田径选手能够在世界领导的地位只有一个，而我们洋葱馆跟纪政呢，他们在当时他们那个年代里面啊，哦。台湾人口只有1000多万，只有1000多万就能够产生这样伟大的那个运动员，那我们的 DNA 绝对是比那个中国那边的 DNA 还好嘛，对不对？从这一点绝对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林玛丽医师他是证明说，台湾跟中国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我在这里就拿他们两位来证明说，台湾人比他们中国人还要强。当然有一些人他会讲说，哎，哦，中国他们那边有还有很多的这个金牌啊，哦，还有很多的金牌，对，他们是有很多的金牌，没有错。但是呢，那些跟田径是不一样的。田径运动是什么？是追求你生理极限的。那生理局限的呢，跳高你这多跳过一公分或者是100公尺快来0.1秒，哇，全世界都是头条，哎，都要头条。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人类的极限，破那个极限。田径运动是人类生理的破人类生理极限的一种运动，而其他的运动但是破世界的一个技术的极限，它可以那种其他的，比如说那个体操啊，或者怎么样啊，它可以一天练习8个小时、4个小时，像他们共产国家，那真的是一天8个小时、4个小时，都是这样在练的，哦。但是你田径啊，你假使说也是像这样一天给他训练8个小时、4个小时，不下一年呢、啊，这个选手就已经坏掉了，就完蛋了，坏掉了，没有办法。田径运动你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有适当的训练方法，还有适当的训练的量，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他的 DNA 啊。他的遗传基因才能够成为世界顶尖，哦，他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为什么要拿洋葱馆跟纪政来这样做比较？他的差异虽然其他还有什么乒乓球啊什么，他们都会拿金牌啊什么，可是这种运动我很了解，这个可以练8个小时、4个小时。真的，在共产国家里面的这个很普遍呐、啊。反正这个人练死掉，还有人呢、啊，他们选手多得很。啊，我在抖音呢认识一些那个举重的，那个什么从中国来的那边教练，那些都是世界都是有训练出金牌选手的那个教练哦。他们讲啊，我们选手太多了啦，啊。我们也要吃药啊，啊吃那个禁药啊，哦，啊那我说吃禁药，那怎么能够通过那个检验呢？他说我跟你讲啊，那个禁药哦，太多种了，比如说几千种，而你奥运会哦，他没有办法说每几千种都要来验，知道吗？所以他就是训练，他就是什么？他会宣布说哦，哪几种东西不可以用。啊，你假如刚好你是用那种用这几样东西的禁药，那你被查出来，你倒霉嘛。啊，其他人还有很多好几万的那个选手在那里等着嘞。哦，这就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哦，啊，像这种选手，你可以练8个小时，你可以练8个小时，到4个小时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田径运动选手，你给他练8个小时、4个小时。一年之内，这个人就坏掉了，一定坏掉了，哦。
所以呢，我在今天我是要找出这一个差异，我就是要拿两位伟大的运动选手来做一个比较啊、哦。这是我讲到台湾运动、体育运动的这个回顾。现在也要开始要讲展望，要展望，不能说只有过去的一些光荣，啊，以后呢？就没有光荣，那就行。以后光荣是比较重要。那要怎么样？怎么样让这个我们台湾体育运动的这个风气再能够提升起来，那成绩能够提升起来，哦，所以要有，你必须要有一些概念的啊。我只是在这个时间再提出来。第一个哈，假如说我们拿到了这个政权以后，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要改的，就是对象是什么？体委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呢？它是在1997年挂牌，啊，那个时候是连战嘛，连战当行政院长，他硬是给他挂牌。他挂牌以后，哦，那个民进党的那些议员就是跟他讲，你曾经啊，你这个要把你拿掉。他后来就是以1998年的那个亚运的成绩来做一个考试，啊，假如说成绩很好，就让他继续啊这样子，啊，不好的被他跳下来啊，体委会哦，他们里面的成员都是公务员，全部都是公务员，而且都是中央级的公务员，他们都要经过高考呢，哦。所以每一个学务都很高啊，哦，他们考试都非常考得非常好。可是体育运动哦，不是要靠考试哎，体育运动是要靠什么？靠热忱，要热忱，对体育运动的一种热忱，你才能够把才能够支撑得下去。你在训练的时候那是多苦啊！你没有那一股热忱啊，你没有办法。那这个热忱啊，都是体育选手跟体育教练哦，他们把它撑持起来的，哦，撑持起来的。你假如说体育运动界，你把选手跟教练把它拿掉，你看看这个体育运动里面还剩下什么？什么都没有嘞。而不是说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育机构，我就可以变成最好的那个成绩就最好的，完全不相等的，哦，相反的，你这个公务员哦，他好不容易高考及格，然后进入体委会，那他们都是什么呢？他们是把这个当作是他养家糊口的一个工作而已，我只要。不要有什么出什么错，我管他是几块金牌，谁也不能把我的职务拿掉。这样子呢，这样用这种心态来主管这个亚整个台湾的这个体育运动，这是非常不当，我认为是非常不当，大而不当，啊，所以呢。所以我才在2006年，我就告他们了。他们为什么？他是本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那个时候是体总啊，体育总会啊，体育总会，他成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叫做国光奖章啊，啊，他把这个教练呢 啊把他的地位把他提升，奖金呢就跟选手一样。哦，这对教练来讲，这是非常鼓舞的，非常鼓舞，哦，就地位提升了嘛。要不然从前哦，拿金牌的只有选手在那里，哦，他光所有光荣归那，啊，教练呢，啊，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教练呢，啊，兴趣不大，热忱不够。那么他设立了这个国光奖章，把这个教练的这个资格给他提升了以后，哇！这个教练呢，就认为说值得投资，大家就拼了命，就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
都要提拿出来，甚至于还要去研究去那个。所以我说国际运动竞赛里面的金牌的那个计划者哦，那个规划的是教练的，不是选手哎。选手他只是一块白纸而已，你碰到一个什么教练，那个教练就在他的白纸上面给他做规划，然后他成绩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教练的问题。所以教练的设计者不是金牌的设计者是教练啊，好不容易体育总会他已经有这种彻底的一种觉悟，他有这样好的一个制度出来哦。那到体委会啊，他怎么样呢？因为这里面哦，因为教有体育运动的一些那个文化有些不同，所以那个教练要怎么样区分哦，就比有一些是比较困难。比如说像网球的教练呢，他的启蒙教练常常都是爸爸，就是他自己的爸爸。可是他自己爸爸又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那个教练，没有教练证，哦，啊，他的这个爸爸不只是当一个启蒙的，他要去参加外面去拿那个资格，拿那个外卡，哦，那个都要到世界各国去比赛，那飞机票啊，那些旅社啊什么，那谁出？都是他爸爸出的。所以等到他那个亚运里面或者是奥运里面拿了金牌以后，他爸爸没有资格拿呢，所以会大家都会爆跳，都会那个，就像那詹永仁啦，那个网球选手，他就在亚运里拿了金牌嘛，他温布顿的也是拿了什么很好的成绩啦哈，他就那个谁那个。那个陈翠扁啊，就在总统府召见了，他们那个体委会的人也去参加嘛，他拒绝跟他们握手他不要跟他们握手，你们跟我什么关系？亚运金牌拿到，他在亚运金牌就到那里去报到12天了，那亚运那个亚运的那个教练在那边只有跟他们见面12天了。他拿了金牌以后，所有的奖金全部都给12天的教练，全部拿去了。他的父母，他的爸爸，没有一毛钱，非常这他们因为什么？他们没有这种热忱。然后只要我在这个职务上面不要有任何的差错，我不要被人家拿走，这个职务被拿走，我就是我的生养家活口的那个职业而已啊。所以这个是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说2006年为什么告他，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因为我那一年2006年的那个杜哈亚运，我的选手一块金牌一块铜牌哦，啊，之前半年是东亚运组拿2块金牌，哦，我这个从小把他们带起来的教练，我一毛钱都没有，全部都是。那个左营那些教练钱拿去，啊，他们只是我们把选手交给他而已啊，他在那边训练方便嘛，吃的食衣住行什么那通通都很方便，又有运动科运动小组啊科技啊来帮忙什么，他只是这样子而已啊。我们十几年的他培养的，就所有的那个成绩攻击啊，全部都被抹杀掉。所以我才告他，第一个我就是要整顿这个体委会，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的专业我只能够说在体育运动里面呢，能够做什么？第一个就是要编列预算，协助各单项或者是体育总会来编列预算，编列预算那个是专业的，没有那么简单。你要协助他们编列预算，然后呢，要去到国会里面去争取预算，对不对？来争取预算，因为在国会必须要
公务员资格才能够到那里去啊，才能去争取啊，所以他们是编列预算、争取预算，然后审核预算啊，就是说你交给各单项学会，或者是将来说不定也是成立那个，还是恢复体育总会啊，他们在运用的时候你要监督啊。他们要核销，你要帮助他们核销啊，啊，同时也在监督啊。你只要做这个工作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来参加了，不要你来那个，要训练、选训赛，这全部交给专业的那些体育总会或者那些教练来处理嘛。哦，这样的话，我相信会有，不会浪费很多的那个。不必要的那么浪费啊，那公务员薪水很高的，都是七八万这样，十几万这样，哦，那这个经费应该是留给这些选手啊、教练，哦，这些才是我们要照顾的对象，这是第一个，就体育运动，就是体委会，我将来会。我当然会找很多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学者啊，哦，专家，大家来研究看怎么样，啊，但是我的心态，我的这个看法，他们要这样，要帮我执行，计划由他们来做，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提升，要普遍的提升这个教练的。那个地位啊，他的地位，因为我刚才讲，金牌啊，是的设计者是教练，那个教练哦，你必须要很多的热忱，你有些那个教练哦，有些什么像女子足球啊，或者是垒球啊什么，他那个教练哦，夫妻两个当教练呢，他的所有的薪水赚来的薪水全部都。用在这个选手身上，那几十年下来，连一栋房子的都没有啊，哦，都是用在那个选手身上。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一股热忱啊，这是一股热忱才能够做得到。你光是说我会念书，做不到。所以，真正你国家你那个所有有限的这个经费里面的，你要来照顾的就是这个，就是。选手教练，啊，教练的地位一定要把它提升，哦，一定要提升。你看到我们的 NBA 啊，或者什么，那个总教练出来，那个报纸我都，哦，都是他们在讲话的，哦，那都很受重视，所以他才能够有好的成绩，哦，这个是这样子。第三个呢，我就是对优秀选手的一种追踪啊，追踪，不能等到这个选手已经拿了。来那个，最近那个谢淑薇，啊，哦，他是很小的时候我们都看了，我们就都是在左营嘛，他们全家人都在左营一起吃饭的，哦，但是经费没有给他，他只是给他你这边可以让你训练，吃饭，让你来吃，那个爸爸也是跟疯子一样的，全家人全部通通在打网球，全部都在网球。我都是在左营，我都那谢淑薇那时候还很小吧，哦，啊，现在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啊，你我的要求是说，你必须要从小要像这种选手，你就要追踪。假使说你负责的是什么，你没有追踪到，让他在没有去给他照顾的情形下，他拿到金牌或是怎么样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要负责任，哦，能真正的表示说做得不够好，哦，这个像这样子啊，哦，要对优秀选手，优秀选手很难得哎，很难得，哦，要从小要追踪，现在有电脑，电脑很简单，你说可以列档什么去追踪啊，你要常常去跑。看，哦，啊，他现在怎么样，哦，这是追踪。第四呢，就是要把四个体育大学他们的这个
智慧的这个资产，要叫他们离开这个，要跳出什么象牙塔，大学象牙塔，他大学教授，在体育大学的教授，他们的学术都非常高哎，他们都在外国都拿到什么博士，什么博士啊，生理学博士、心理学博士，还有等等很多的，他们的那个知识非常非常的高等的，但是他们现在都是用在什么？各自学大学里面哦，他们有大学运动会嘛？哇，大学运动会全部都是在管这个大学运动会。大学运动会在我们的眼光里都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要看的是都是奥运啊、亚运啊，这个起码的是世界大学运动会啊等等这些啊，哦，不是在看那个全国大学运动会。哦，我们学校拿了几块金牌啊，你拿学校，我比你学校多了一块金牌，我沾沾自喜，这有什么好自喜的？哦，那么好的资源，结果运用的是在那么小的一个，以前那么低阶的一个知识上，诶，这个运动会上面，这是不够。我要求所有各大学里面的体育系的这些教授，你的资源一定要拿出来，否则的话，你要升教授，我就要调查你。我要跟教育部，这个要跟教育部配合啊！哦，你要升大学，你要升教授的话，你要看你对社会体育、社会运动，你有没有提供你的智慧，有没有去协助？有，成绩在哪里？有的话 ，OK， 就升上去。你假使没有，都没有的话，对不起。别人有他先上去，哦，或者是说你啊升系主任，或者是院长，啊，学院的院长，那就要看你说对社会体育你有做过什么样的贡献，啊，哦，那你要越高的话，你就要这个要训你的培养的这个选手要拿到世界级的。要不然就最少要国际级的了，哦，这样呢才能够把真正的这个大学里面的那些智慧财产，还能够运用得当，哦。那么第四呢，就是对那个选手教练哦，他们生活要怎么样，要立法，哦，要照顾，这样他们才能够全心投入，哦，这样呢，这几样东西这样合起来，我相信，我只要5年的时间，只要给我5年的时间，哦，我在亚洲啊就可以进入前5名的拿金牌的国家。10年，我就要成在世界上就要成为前10大。拿金牌的国家，我相信绝对可以做得到。以我们台湾的那种最优秀的那种 DNA 啊，只要有适当的那个去来栽培的话，绝对可以成为世界知名的，哎，最知名的一个人的那个得奖牌的得金牌的一个国家，哦，说到这里呢。大家也许有一个感觉说，啊，这体育运动都是你们教练选手的这些事情啊，跟我们国家里面的那个人民的什么有什么关系？其实啊，是息息相关的。哦，有一年哦，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到那个苏格兰去啊，到带队来带苏格兰去训练异地训练啊，那我们。就在那个苏格兰的第二大城叫做 Glasgow， 第一大城在爱丁堡嘛，第二大城。那我们每天都要去中央车站，然后坐车子去到一个地方去训练。那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哇，整个中央车通通都是人啊！我们队伍都被冲掉了，冲散掉了。后来我就问那个工作人员说，哎，今天为什么人这么多啊？
他就跟你讲说，哎，今天足球赛啊，我的天哪，一个足球赛，哇，变成整个城市，我们自己就出，但是各自回家嘛，在沿路上所有的酒馆呐、啊，还有那个广场啊，全部都是人，喝酒啊，庆祝啊，好吃啊，这是全民的，全民运动呢，哦，我才体会到哇，体育运动是全民的。那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几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扫棒时代，对不对？哦，扫棒时代呢，那个威廉波特在决赛的时候，我们都是台湾都是半夜，那半夜大家都没有睡觉，很多啊，起码有一半的人都没有在睡觉，哦，第二天哦，那个职员在睡打瞌睡啊，老板也在打瞌睡，那学生打瞌睡，老师也在打瞌睡。都半夜都没有睡觉啊，在看扫棒啊，啊，那这个就是全民运动了、啊，哦，那为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变成全民运动的话，那你就是你的成绩要好嘛，对不对？技术要好，人成绩要好，在国际比赛里面都是拿第一名、第二名的，在争冠亚军的，这个才会引起全民的注意。那你要在国际的竞赛场里面，然后拿这个冠亚军的话，那种成绩那是要靠谁呢？嗯，是靠教练选手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教练选手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等到他们普遍把这所有的成绩给提升起来以后，就变成全民的运动了。全民的，就像我在苏格兰的。在那碰到的时候，男女老幼全部通通总动员了、啊，哦，所以说，假如说能够把体育运动能够提升起来，这对一个国家的他的一种自信心，哦，还有国家的这个健康的普遍提升啊，是有很大的帮助，哦，那么时间已经到了。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哈，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再继续。谢谢。欢迎好一下 Kelly。哈克，然后老卡的分。哦，这里有四位学员哈，你那个学员证没有拍到哈。高玉珍、汪伟斌、曾燕琪。王高敏这四位，吃饱饭后麻烦去拍啊。还有一件事情，我那个有交代，我跟各位也提醒一下，说尽量能够使用。